好物全本中，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丁丁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开箱星光三月金灿奇迹倒数日历，好兴奋的，好期待哦！已经听过不一样的惊喜，它下面还有这个祝福语，希望奇迹可以降临在你身上。就是一个圣诞树的样子哎。那我们就来开箱这个 A B 两款，然后都有的一个明星商品，噔噔噔噔，全新一代的小棕瓶，所以它用起来可以让你的皮肤保湿度更高，然后清爽度更高，它完全不会有那种造成黏腻的感觉，水感的感觉，超水，而且超好延展的，很好吸收哎，皮肤的亮度马上提升。这耶诞倒数日历有这个很重要哎，因为你在耶诞节当天，你就可以把那个皮肤保养的水嫩嫩，素颜都很漂亮。A 款还有配一个很厉害的明星商品 ，Bobby Brown 的明星商品，茉莉净妆油真的很厉害，你不用花很多时间去乳化它，它是可以直接碰到水就直接迅速乳化，直接压在我们的彩妆上面，然后按摩。完全没有拉扯到我们的皮肤，所以你在用卸妆油卸的时候，你只要轻轻的这样按摩，就不会拉扯到我们皮肤哦。好厉害的，就干净了。啊，好嫩，超清爽。重点是它不会致痘痘。第一款的是 YSL 的晴挑柚光水唇膏，这个也是非常热卖的款，擦了有像注入满满的精华在你的嘴唇上面的感觉。你看你的皮肤上面的纹路，完全被密合在一起。颜色也很显色，也很饱和，又不会让你觉得太厚重的感觉。真的没有唇纹哎，因为我这个嘴唇也很干的人，所以它真的里面是满满的精华，任何人都可以很喜欢它。这个倒数日历呢有 A B 两款，那两款都会有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那保养非常的重要。真的。那如果你喜欢 A 款的话，就会获得这个卸妆油；那喜欢 B 款的话，就会获得这个 YSL 的唇膏。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你还可以获得14样的随机小样哦，是不是很惊喜啊？而且每一间的小样都不一样哦，所有整套的倒数日历价值破万。哇哦！而且它的价格超级优惠，你可以从 SKM App 上面的精选优惠，或是 SKM Online 上面购买哦。购买的日期呢是11月19号到10月26号，早上10点就开卖了，大家闹钟记得调起来，慢了就抢不到了。好物全粉中，下次见喽，拜拜。这是我的台词，傻眼，拜拜，大家拜拜。